有人询问我剪映的片尾我要怎么去做一个处理，在我编辑的时候，不管你是怎么样去编辑，它在结尾的地方都会有一个剪映抖音这样的一个结尾。那这个结尾呢，它在下面有一个点击编辑文本，你只要从这里点下去，其实你可以打上你自己所要的一个内容。比方说以我来讲，我可能就输入就是说我频道的一个名称，这样它会直接帮我出现在下面。那如果假设你不要的话呢，也很简单，我点下去，我点选这一段，直接选择删除，这样我就可以处理了。那如果我可能在制作片子的时候，我不希望它以后都出现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回到最初的这个右上角设置这个位置，在这个设置里面，第一个自动添加片尾这里，你可以选择关闭，残忍关闭，这样你后面所有的影片它就不会出现这个片尾。那这个部分，如果你想要关闭片尾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做删除，或者是我直接到它的设置里面，我直接关掉片尾，我后面就不会再出现这个片尾了。 OK， 好，以上就是片尾的部分怎么处理。镜头太远 NG 版，